又没赶上通勤车，不是，我就是想走走。可是您这腿，10年前发生过车祸，现在偶尔阴天下雨，会有点反应，没大事儿。您这就是太辛苦了，你们都是太辛苦。 杨秀荣是我外婆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，你们抢救了她整整7个小时，整整7个小时，我知道你们尽力了。 你们一直都戴着口罩，我看不见你们脸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能看到你们的眼睛。你那天跟我说，你说照亮星星的不是月亮，是太阳。我在你们所有医护人员眼睛里能看到光，因为光是温暖，光代表着希望。我会写一首歌。 歌名就叫《光》，我要唱给你们听，唱给我外婆听，唱给所有现在正在经历这些人们听。最后，我要代表我和我的家人，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。 哎，好，来了。哎，辛苦辛苦辛苦！别撒了啊！哎，来播报接听吧。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辛苦了。老爷子，我接了部公用电话，您看看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他叫彭帅，是个音乐制作人，也是第一批志愿者。他曾在一天之内。 连续接送医护人员往返医院21次，后来啊，很多人都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。现在，他包了个饭馆，每天给医护人员免费送餐。他热情、无私、坚强、勇敢。
很多人在他那儿获得了力量。今天我跟他聊天来着，聊了很久，他跟我说榜样的力量一直影响着他，而他的榜样就是他外公。陪伴你我同路，在每个人，我知道您就是他外公，但为了不让医院对您特殊照顾，直到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。今天彭帅跟我打听您来着，我对他说您很坚强，正勇敢地跟病毒在做斗争。老爷子加油，别让您优秀的外孙子失望好吗？跟小姐妹说一声，就说想吃什么都可以做啊。好。李医生，哦，直播呢。外公，我是彭帅，你好好听话，医护人员那么辛苦，别辜负人家，好好恢复，出来之后给您唱歌听啊。